现场后发现为自小货车翻滚，那现场一名女性驾驶受困，那现场女性驾驶有右肩胛及颈部疼痛，然后嘴唇有流血的情形。一位女性驾驶自小客车沿着桃园路从金城往机场方向行驶，那行经东湖路口平等标线路口的时候，疑似因为未减速慢行以及未闪避来车而自撞路沿石后翻覆，警方对驾驶实施酒测指示零，那具体肇事原因由本分局调查中。